的电影好像有十多年了吧，这个特效比一下现在的电影，那个叫什么记，是不是跟这个类型很像？我记得这个电影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了，就是因为它过了十多年都比不了。搬一下，搬一下，这都差不多20年了，这特效都比不上呀。这个头像好复古啊，这大胖子这个皮肤也是一个老皮肤了啊。这他那个刷也不删的，他的被动的话击杀目标有回血回蓝。对，老诺手。这有个E的伤害没打到他。其实这英雄刷的很快的，这英雄可以打野的，学个两级E啊。能三分15秒前刷个无罪也就算快的，主要他这个E的话 AOE 加百分比伤害，下路要补眼。绕一下吧，可能是留眼了，他们突然变猥琐了，我这边绕过来，绕后就行，先杀这个卢锡安也行，这卢锡安没血了，主要是这辅助带光盾的，我先开E减速，等他交闪，沉默，来 Q 抬起来，闪现补一刀，可惜我E到七了，刷个黑暗收割好了，我有 Q。预判建设压谁了你，可以杀我有惩，这螳螂过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可惜这推推棒不加急速，不然我可以出他，确实我这个打掉不嗑药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这个样子，刚才这个螳螂不来真可以杀，我这惩戒回了一大口血，直接把他控到死，这局场刚才 Q 一下，我再 Q 一下，我再给沉默，他技能开不出来的，一般来讲我们是主 W 的，因为他 Q 不减 CD， 但你要为了追求伤害 Q 会更高一点，可惜没到6啊，不然我可以拿个龙叠上乘数了，这英雄到6一套爆发伤很高的，不虚螳螂的，只要能 Q 到就好了。没抢掉，抢掉他就死了，这不抢到到六级一套给他秒了，这下路来的挺快的，暴力魔杖买一下了，我以为他没惩，他刚才是不是交惩了，感觉应该先 W 他，先 W 他再 Q 好了，先给他挂沉默，我升一波六来，升一波六，叠下成熟了，去上路借一波东风了，这没二的话不要跟螳螂打，有大可以打一下，有大可以一套给他秒反蹲一下了，这多少可以卖血，他不卖血这个人不会跟他打的，看到没，来了直接给他秒了，知道吧，这就是意识，一波直接起飞，看为什么有句话叫打野叫搬优不搬劣的，你去搬这种优势路啊，反蹲是一定能打得过的，只要你自己劣势不是很大，其他这波军事我都能打得过，
再吃个橙子。他吃的非十级野怪英雄的话，一共只能吃六次，不然叠不了。我记得是六次吧，六次还是五次、啊？这英雄可以买 CD 去。我们二的话真伤的，不是特别吃这个法穿。之后法强高的时候再可以给他换了。这法强高了，靠 QW 打伤害再可以给他改。我们前期的话技能好的快一点，一二层数更好。这一套给他秒了，先杀这个辅助。这预判他的位置。来一口，挺肉的。我们这个基础抗性就非常高，不是基础血量叠这个层数就非常高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四十五秒一个大，基本上每一波都有，看能不能偷一波螳螂。他要打红了，秒这种脆皮一套随便秒的。直接一减速挂沉默，再 Q 踩起来。哎呦，这为什么没打到呀？他这也能解了，有点假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没办法接受啊。买这个星界驱使，技能好的快就行了，好的越快越好。再来个恶魔法典，我怕接不上，我特意补的闪，你们知道吧？探索吧，一减速 W Q 起来，再 A 一刀，一个二。这明明可以斩杀了，这盾也能抵消伤害吗？记得应该是直接无视的，应该到了血线直接就秒了。他把盾打出来了，他刚才有个红色的条就代表着我们一个二直接可以给他秒了，知道吧？先给沉默，他技能给不出来。没给到沉默，哎，你是真能滑呀！他在拖时间，我刚好回家买装备了，吃到经验也行。先把这驱使买下来，下剑出什么呢？我想一下，感觉没很好出的装备了，开始补肉了。其实这会儿已经够了，出个板甲跑快一点。这英雄出纯 AP 的话，容错率有点低，半输出半肉挺好的。我现在秒人这一套随便杀的，我应该这野怪的层数吃不了了，还可以吃三次吧，一共可以吃六层，我现在吃了三层，最好能吃英雄就先吃英雄，所以吃英雄的话不会浪费我们这个六层的层数。华彩给一个，他死了。看这东西就很好用了，星界驱使加移速，加这个 CD 加血量加法强，全是我们需要的。这个装备性价比好高啊，很多法师都可以买。二又好了，每一波打架我都有大招。这样，我那个狼还要拆完塔，不能给他拆。我去不了了。就是有点笨，所以赶紧买板甲。板甲加自然之力，双移速加成，有血量，有双抗这样子。血量我们倒不是很需要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抗性，因为抗性就让我们这个血量性价比很高。这移速的话，让我们方便追到人。我们现在这个加了这个大招，加了有1000的血。没关系，直接插个眼，他跳我就往脚下 Q， 你别动，直接给他秒了，嘎嘣脆 ，Q 起来 ，W 喷一下，再开挂一减速，别卖我，站起，他没孤立无援伤害的。这边没眼，我阿快好了，我这个血量不能走单啊，也很烦。那就先回口血，快点打了，我还有阿在，打得很快的。
把它快好。哇，是脚猫，很怕冷，很怕冷，我害怕，赶紧来点魔看，没魔看赶紧补了，再买个自然之力，我跑得很快了。就是一座大山，现在抢不了的。我一个 R 加惩戒2000伤害，我还没有完全体，但我比防御塔还要大。这个打得很凶的，别急。神木，感谢 A。嘿，交闪！哇，这个虚空之眼好烦啊，他打我好痛啊，他百分比伤害，还可以再吞一层野怪。我4000血，所以这个时候最后剑再补个巨型挺厉害的，双修，有魔法伤害，有物理伤害，有真实伤害都很高，主要是。沉默，两级反转。反给我看，咬死你！我这个沉默很克这种 AP 英雄的，主要这个沉默还高达两秒，而且是 AOE。这两个刺客在干嘛呢？对面该不会投了吧？别投，我还没16级，我还没有完全体的，吃不了了，只能吃龙那些了。回家把这个自然之力买一下，最后一件再来个巨型九头蛇，这样我们双抗血量都有。买个巨九的话，那件装备可以给我们多加100多点攻击力，这样攻击力也很高，有魔法，有真伤，有物理，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玩。换个冰拳，冰拳办卡，你以为你办张卡我就会换冰拳吗？啊，我这原则是这么容易改变的，起码也得一架飞机去。是不是你们想看冰拳是吧？也可以，等我16级来吧。哇，顶不住顶不住，完了完了，出问题了兄弟。你们别全跑了呀，这人打了我2300，知道吧？待会先给他弄死。这版本还没被砍，3200，直接卖了，钱不够啊！凌波低保好了，西岸鬼绑甲没用，现在变了。我这冰拳买了，应该6000血了，差个钢铁合计这样子，看大多少吧。说纯肉大童子其实有点没意思，大童子买冰拳 A 一下，减速带明显会变大。我不知道这个减速带现在受什么影响，它能变大的，就是血量还是体型之类的。我一个二人1200的真伤这样。盾攻，直接压起身沉默。我回家再买个药，干嘛呀？这是，你看变大没有？又大了一点。哇，这个一个小刀已经容不下我了，太大了。满血一口咬死你，1200，他的二加叠加的乘数有上限的，让体型变大的话，基本上10层以上已经到达极限了。不打龙吗？可以打的，刚好一个龙坑，这个冰拳的范围。哇，这野怪1500，惩戒900，2400。他们打野不在的，你妈的，你还过来？石像鬼那个东西没意思，就那几秒。好，往这边追他。哎哎。
小螳螂，这防御塔怎么这么小的？就拿个龙吧，我这边把城主给叠一下。卡菜完了，我来一个巨酒，我想看看能加多少攻击力，我感觉加个200没问题。巨酒好贵啊，加200点我觉得没问题。给我来个巨酒啊！你们还是个人吗？别抢钱呀，感觉买不了巨酒的这样子。来一口。我回家买巨酒去了，应该到300没问题。现在184，刚好跟我预测的一样，300纯肉。哎，怎么少了一点？大龙 buff 没了吗？买个药剂又加上了，一个1300刚好。你还两级反转？你再买个药剂来，我走了。再来个钢铁药剂，完美，8000血，一万了。这个二的话，1300多的真伤，你都不要，他有盾弓，你直接半血给他秒了，他盾弓打不出来，知道吧？盾弓是吧？盾弓30%以下血才触发。哇，这个感觉很克盾弓啊，这样子直接斩杀，有没有英雄盾可以出来？机器人被动应该可以啊。这伤害怎么还少一点？少了1000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1:30了，早点休息了，不跟你们播太晚，大家最后没点关的。